Jolie 李国贤，万锦市区域议员，实事求是，全心全力发展万锦区，任内十二年成功争取自动垃圾收集环保方案，世界客家会吸纳国际投资，制造大量工作职位，实施公交车时间效率系统，从不枉费议会中自由支配的金钱。十二年来为纳税人节省10万元。10月14至24号，请投 Jolie 神圣一票，让他延续各项计划，继续为万锦市居民谋福祉。查询 Jolie.ca。